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蜡笔制造所。买多少钱啊？92块钱啊。那你周一卖多少钱？早上72，下午好像45吧。跟你说，你这个吼是四期型的菜价啦，会在周四的下午或是周五的早上涨价，等着吧。我现在哦，已经是大头菜的股价王了。我觉得好整齐，好干净，好开心哦！你大头菜买多少钱呢？92块。那你周一菜价怎样？早上45，下午71。大头菜买多少钱呢？92块钱呢。那你周一的菜价怎么样啊？